是吴新宇，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我们这个长行讲座的题型啊。这个定式呢，想必大家下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在这个高手对局中啊也很多啊。那么这个题型在实战中出现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非常非常的高。那么，黑棋打完以后，白棋呢，接下来的这个普通的下法啊，最普通的下法呢就是单退啊，单退，退一个呢，当然也是可以的，这个是连得非常结实，非常厚。不过呢，不足之处呢，就是说呢，被黑棋啊拆去。整个后市的效率怎么发挥啊，是件头痛的事情。那么呢，在这个以后呢，就会出现啊，白棋呢想追求效率更高的下法啊，直接呢就罩住这个黑棋啊，直接罩住这个黑棋。这个棋形呢，这也可以说这个定式吧，这个在对局中呢出现概率是比较高的啊，是比较高的。以前呢，当然也有这个，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就是作为白棋来讲呢，这个的下法呢是非常多啊，甚至于一点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棋盘稍微放大一点啊，其实稍微简单的结合一下这个实战，等于呢，这里随便摆一个啊，或者是在这，或者是在这，反正等等都可以，就是说呢，黑棋星小目，白棋二连星啊，黑棋挂进来啊，等等，形成一样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个很多。那么呢，对于这个棋形啊，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一下啊，谈一下这个棋形。作为黑棋以后啊的走法啊，白棋以后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这个清晰的了解啊，清晰的了解。要不然就光会下一个定式，完了以后就什么都不会了啊，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也是不行的。首先啊，作为黑棋，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你首先就要洞悉啊，这一手白棋这一手的目的，白棋这一手的目的。那么这个棋啊，就是说白棋它普通是走在这，那么它走在这，它是想呢追求这个更高的效率。就第一，它想把一手把这个子给呢吃住啊，给吃住。第二呢，你这个子呢随便逃跑。第二呢，他走这个同时呢，也想防住你这个黑棋搬出来的这个严厉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子啊，如果说没有这个黑棋搬出来很严厉啊，你这个当然得断。那么黑棋简单一藏啊，下面就留下两个啊，一个是跳啊，另外一个呢这边跳的两个好点。白棋呢防不住啊，白棋防不住。但他有了这个子以后啊，有了这个子以后呢，当你再搬的长的时候呢，那么白棋呢就可以应在这点了。所以呢，他就暂时是不怕的啊，暂时是不怕。那么黑棋啊，了解了白棋的意图以后呢，他制定自己的这个作战方针。很多棋呢，普通的有些就是说，要说直接去爬出去呢，稍微有点显得笨重。很多就是说呢，有些棋手就是有时候下棋啊，就我先分个头，挺好的，啊，挺好的。然后呢，那白棋一走，你不能，你暂时不能走这个，走这个我就可能就要爬出去了，是吧？但是呢，白棋他也就走一个，啊，黑棋你拆，啊，他就用这个棋形呢，我们有时候经常呢。啊，大家就简简单单的就这么处理掉啊，处理掉。但是当然呢，作为就是说，你要普普通通的话，我们呢，也没什么大毛病黑棋。但是呢，要深究起来啊，这个棋呢，要深深的研究起来呢，我觉得啊，跟这个觉得这个棋呢，黑棋啊，这个下法呢不太肯啊，不太肯。这个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子。是完全失去了活力啊，完全失去了活力。
被他这个白棋夹捕以后完全失去了活力，这个呢损失本身比较大。第二个呢，这个搬黑棋这个搬出来的手段可以说呢就是永远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没有了。你搬他断他的时候传他一飞，你这里没有后期手段，你这个搬断出来就没有用。那么呢你要把这个子死掉了，第二个呢把这个搬出来的手段也损失了，这个呢是我觉得呢这个黑棋啊是失败的。反过来我们通过一个别的地方啊，别的定式来看一下，我们也能够理解。就这样一个定式是普通的啊，这个是普通的，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定式。那么啊，我黑棋抢占到分头啊，当然是不错的，是不是啊？这个普通应该白棋有个子是吧？那么我抢占到分头啊，你白棋逼过来，这个结果呢，可以说呢是黑棋啊，可以说是稍稍便宜一点点。这个拆的间隔还是不够宽，但是你这个是虽然是稍微便宜的，但接下来白棋这一立啊，和黑棋能够交换到，这肯定呢是白棋便宜，是吧？因为你白棋不走黑棋以后有搬张啊，这个黑棋有可能是搬张的，而你立呢本身有可能就是后手，你跳的时候它一拖就活了，那么这两个交换到已经白棋便宜了，小便宜了。那么最主要的关键是你黑棋这个打入和白棋这个造势，这两个黑棋这个亏损的多，亏损很多啊。这本身白棋啊为一手，它有一定价，你这个是白扔的一个、那么这个亏损就是以后你从上面来的时候或者从上面来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所以这两个亏损很大。那么通过这个一分析，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黑棋啊是不能满意的。这个子虽然在这里啊，但是呢只要你没有搬出来，白棋呢就不会吃亏，甚至白棋以后顶住以后，这个结构还比较完整啊。这个的好坏难讲这两步。那么总的这个结果来说呢，我认为白棋还是不错的啊，白棋还是不错的。那么黑棋这个呢还是不太令人呢能够满意啊，令人能够满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黑棋，我走到这里，我要爬出来。如果你吃这个啊，这个相对就吃得小了，没有刚才吃得大了啊，那我再踩。当你走到这里的话呢，那白棋呢它会逼住这个，等你爬到的时候，白棋呢再压住啊，再压住。这个棋呢，黑棋就会变得非常的苦啊，这里面的出头非常的苦。这个我们看看普通的挖张啊，这个白棋张在，虽然能吃啊，好，咱们不说，我们不说白棋还能跑出来的变化，就是白棋最简单的啊，把你全部压缩在里面，虽然活了一小块，但整个外势啊，白棋都是非常的厚，这个也是黑棋吃亏的。那么通过以上的理解。或者我们的讲解来说呢，大家或许就是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一点，就是说让白棋这一手棋啊，一手棋把这个子也给吃掉了，把这个扳断也给防住了，那么呢黑棋呢是接受起来呢有点困难。那么有这个前提，我们也就觉得呢，这个子我们认为不能够轻易的就让白棋吃掉所以我呢也是询问那些高手的意见啊，我个人甚至这么认为啊，向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子一定要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跑出来，不能呢轻易的被白棋吃掉啊，这是一个大局的思路啊，这是一个关键，大家呢在对局中呢要有这种体会啊，一定要知道这个子一定想办法要跑出来，宁愿吃点亏想办法跑出来，因为我一旦这个子跑出来的话，我马上就要这个搬出来，我马上就要搬出来，搬出来以后你这个棋我可不就不一定把你当做这个后势了，我甚至要把你当作孤棋。什么时候你一旦能
逼迫白棋在这一带补一手，那总是成功的，那总是成功，因为白棋在这个本来没他不会补的地方白白的补了一手，那么呢黑棋总是成功的。那么跳，我认为这手棋是不错的啊，也是就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接下来白棋怎么办啊？我们来看一看，白棋如果老老实实就这么补，那就不说了啊，这个可能是黑棋成功的。白棋这个虽然没有这个断，但是它整体的效率呢比较低。白棋肯定呢想狠狠的来攻击这两个黑子，最凶的当然是拦住，那么我就贴出来。这个棋，作为白棋来说，接下来呢也不是那么好攻击啊。如果你翻，黑棋就靠。他就简单的靠啊，你这个你退呢，他就虎出来啊，他就虎出来，这个很轻松啊，这个黑棋胜衰可以冲一下啊，这个很轻松啊，这个黑棋就跑掉了，那么黑棋跑掉了，白棋这边虽然有点所得，但是主要的关键是现实的面临的这个就是黑棋马上就要跑出来。当然你这里也可以接啊，接呢黑棋就接上啊，你这个地方你总得补啊，逼迫白棋，一定要就是逼迫白棋呢在这个地方啊，让他们的这个棋走个单关啊，走个单关。那么拦这个黑棋啊，就贴出来啊，你白棋你就算不管怎么样，或者是张牙舞爪啊，这个那么黑棋就全跟着应啊，你走这个我也就跟着应啊，这都跟着应，自身呢毛病很，白棋这个外面毛病很多，而且关键要命的随时这一翻啊，甚至于黑棋就开始吃白棋了啊，吃白棋这个后事了，这个白棋呢攻击也是失败啊，也是失败，老老实实的补一手，那么黑棋我也补一手啊，这个黑棋可以说是相当满意啊，不但把这里白棋的目全破掉，而我跑出来以后始终啊把你当初的后事当做一块啊这个孤棋，有可能随时就会变成一个孤棋，这个白棋呢难以接受。那么这个选点呢，这个就是这个呢看似凶啊并不好。那么白棋啊，如果走这个呢，这黑棋啊，一样，但也有办法啊，黑棋也有办法。反正总之，黑棋的目的我们刚才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很明确，我就把这个活出来啊，把你这个让你这个毛病显露出来。那么黑棋呢，我就冲，是吧？你得帮助啊。那么我就断，我就断。这个。白棋啊很难受啊，肯定很难受，这个子几乎不能跑了啊，不能跑了，因为你跑的时候啊，如果你跑这个关键被黑棋是夹一下太难受了，这个跑一下被夹一下太难受啊，只能粘上啊，只能粘上，你总不能顶这个吧，这个被人家先打一下，你虽然紧住这两个子气了，但是被打一下太难看了，那么我就吃出来啊，吃出来。那么我这个黑棋我再吃出来就是，吃出来就是。这样呢，黑棋啊，这个也很不错啊。白棋等于这地方还要补一个，那么我呢，把这个地方成功的处理好啊。虽然你吃了我两个子，但是这个地方呢，还是显得这个形状呢，白棋啊有点这个后上加厚啊，有点鱼形，这个白棋呢的目数呢吃亏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角当初已经被人家得到了啊，已经得到了，同时大家可以稍微放眼一下全盘，外面黑的子力比白棋多，也就是说呢白棋在这个里面手数呢比黑棋要多一步棋啊，这个呢就是说不太白棋不太满意。那么如果啊这个顽强的不吃啊，那么不吃，我一吃了被你虎就活了，我还要攻击你，但是呢这个不用怕，这
科奇在这里简单的啊，这个走两步以后，甚至说把这个套的损招都走掉也行。那么这个地方我要追究出来。这个白棋呢，这个黑棋作战可以说是完全不用怕啊，完全不用怕。这个地方等于白棋马上赶快就要补棋了啊，补棋了，黑棋可以战斗的。那么半的时候如果不敢跑啊，那么黑棋呢，白棋呢就只有退这个啊，白棋只有退这个，退这个啊，那么呢，黑棋呢就一退，那么这个。舒舒服服的吃掉这个子已经很好了啊。白棋呢，这个封锁黑棋啊，最好的下法呢是靠着的，靠着的。你拐这个不好，拐这个他就拐完以后，这个自身棋形啊，这个不太整啊，黑棋呢就去做活就行。靠一个呢形状好一些，那么黑棋冲一下，白棋挡住呢，黑棋在接上啊，在接上。白棋呢，但是啊，这里还是有打的变化啊，甚至来说这个还是可以搬出来，这个味道还很坏啊，打这个也很厉害，等等，留有这些味道呢，黑棋就是活出来，活出来。站在这呢，黑棋呢，由于这个头啊比较松，黑棋就可以考虑啊这个脱了断的手法啊，也可以考虑，当然呢。你直接，由于它这个有断点的毛病，当然你直接飞也可以。以后呢，这个地方还是有个断点的毛病。总之来说呢，黑棋成功的把这个子拽出来以后啊，这个活了。白棋呢，给白棋外面呢还制造了一些这个麻烦。应该说呢，这个结果是，黑棋呢可以满意的啊，可以满意。那么白棋剩下的最后的这个下，最后的下法呢就是跳。也可以说呢是最凶的下法啊，这个跳，这个下法呢是比较，也可以说很厉害啊，很厉害。接下来呢，黑棋简单点啊，简明点呢，就是说可以爬啊，这个活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做活呢还是没有问题的啊，都可以爬，再跳出去啊，这个活呢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说呢，通过这一串呢，就是说，白棋呢，这个外面呢也走得非常的厚了，也走得非常的厚了。这个呢，扳段呢等于也还是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个你因为白棋厚了，你这个扳段白棋不用怕了。以后白棋可能扳张啊，这里有直接冲断啊等等，这个味道还在脱先的在其他地方走。这个结果呢，就是说，是一个双方呢可以接受的变化，可以接受的变化。是一个白棋得实地，这个黑棋得实地啊，白棋这个取外式的这个变化，至于好坏呢，就是说是很难讲，很难讲。当然就是说呢，黑棋啊，虽然活了，满足了一个条件呢，但是呢，当初的还一个条件呢，就是让白棋补一个的这个想法。他还是没有完成，他还没有完成，所以说呢，黑棋甚至来说呢，他还呢想呢就是走这个更加激烈的下法啊，这黑棋这里还可以有更加激烈的下法。那么呢，这个下法呢就是说呢，直接冲断，直接冲断。大家这个看这个变化，或者是心里会有一些这个疑惑啊，或者心里说。这个地方明显是这个白棋子力多，是不是？黑棋子力少，怎么是黑棋还在不停的跟白棋纠缠啊？这个攻，好像黑棋战斗还有理似的。确实，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黑棋在这个地方战斗，黑棋是呢，它是子力虽然少，但它也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轻。啊，它是轻，这个这子轻啊，甚至于这个子，这个跳出来子等等啊，我都可以弃掉，根据情况的变化我可以弃掉，而我要求的呢并不高，就是什么呢？在这里活了以后呢，逼迫你呢
把这个矛盾啊体现出来。所以呢，就是黑棋有这两个前提呢，就是才能呢跟白棋这个战斗啊，因为不然就违反，好像是违反棋理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家子弟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四顾取和，是吧？这东西就是这样，不要与跟人家作战。但是呢，有这个前提的话呢，就可以断啊。这个冲断也是呢，很激烈的招法。白棋，他奔跑，把这个外面子被吃了啊，他就把这个包袱甩了吃了，这个白棋肯定不行啊。那白棋啊，这个最强的下法呢，挡住。白棋最强的下法是挡住，强行贴住黑棋。但是呢，黑棋呢，也不用害怕啊，也不用害怕。黑棋不能去急着贪吃这个子啊，不管你怎么吃，你就这一吃，那么这个白棋满意了，就打。这个黑棋活的实在是太苦了，这当然是不能考虑的啊，不能考虑。那么吃这个，那更坏啊，这个结果更坏。这个这台要被打一下以后，是吧？所以说，黑棋啊，不能贪吃这个。那不能贪吃呢，这个黑棋退啊，就把吃掉。退呢，虽然呢是一个就是说不错的这个弃子方法啊，但是呢，这个结果啊好坏呢，还是有待这个研究啊，有待研究。这个也可以考虑啊，黑棋退也是很强的。现在白棋必须得吃啊，白棋如果你去，假如去补一个，那个黑棋这里吃，这个黑棋太舒服了啊，这个子损失很大啊，外面白棋还是孤棋，那白棋必须得吃。啊，黑棋立，这个多弃子也是好手段啊，也是好手段。然后呢，加这个吃，黑棋吃掉，白棋提啊。那么通过这个弃子啊，可以说呢，产生了这个强烈的这个扳的手段啊，是扳的手段。这个变化呢，就是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啊，比较复杂。但是呢，虽然看上去，这个地方黑棋很凶，但是首先第一点，黑棋在这边损失啊是非常大啊，所以你要这个提三个子，这里走得这么厚，这几乎都是铁控了。你要是把这个白棋吃了还行，但是吃这个呢，还是实在是太累了。为什么？很明显，这个白棋一路啊有一个这个扳打劫的手段，它这等于有个后路，那么它再扳出来跟你作战啊，这个吃起来，如果你断啊，它甚至于长啊，这里要争啊，那么呢，这样一断啊，这样再给你一断呢，这个局部啊，是甚至来说就会形成一个白棋有利的这个对杀啊，白棋有利的对杀。那么你不能断，你只能压，那白棋再跑出来啊，这个呢，形成两个人对跑，虽然你在这边得了利，但是呢，白棋在这边啊，好像获利更多啊。那么这个对跑的同时呢，也是白棋呢比黑棋呢要有利一些。它为什么有利一些？它永远有一个什么后，有一个后路，它有一个打劫跑的后路。而你黑棋呢，没有这个打劫跑的后路。所以呢，这个变化呢，黑棋啊看上去很凶，但是呢，仔细推敲呢，并不是呢太好。那么当白棋挡的时候啊，黑棋这个打了退啊，不是太好，打了退不太好。那么黑棋最好的下法呢，是扳这个，扳这个，先送一个，这边送一个子啊，这白棋得吃啊。白棋如果你不吃，你退让，你也没什么好退让的地方啊。如果走这个啊，那么我再吃，当你吃我退你家的时候，我一长长出去啊，这个也不能退让了，那得吃掉它。所以如果你搬这个，那我再粘上啊，你补外面，那么我这一退你也封不住我头。那么只有打吃啊，就这个。那么呢，黑棋这里虽然啊送给了这个白棋一个子啊，但是呢，相对于刚才的这个送掉三个子来说，那个送的损失呢就小多了。然后呢，我再打吃
不但那个木梳损失小多了，第二个呢，这个地方白棋没有啊，暂时没有后路了，没有后路了。那么这个也作用出来，我这里虽然损失了啊，那么你再退啊，我这个黑棋再跑，这样的话呢，我虽然跑出来没有活，但是呢，也把你这块棋啊变成了这个一块孤棋。这样呢，我们认为呢，这个黑棋啊也还是可战的啊，也还是可战的。当然，白棋呢也不见得完全不行的，就跟着走。大家呢也是一场这个战斗啊，一场混战。所以说呢，通过这一些变化啊来看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啊，黑棋这个直接跳出去的下法是可以考虑啊，是可以成立的。是一个积极的下法。当然以后呢变化呢肯定还有很多很复杂，我们呢也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给这个把它全部摆完啊，就是说呢经过这个一些研究，认为是可行的啊，认为是可行。至于它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步啊，这个大家呢需要理解的一点啊，需要理解的一点，就是不能让白棋一手棋把我这个子啊，毕竟是个子啊，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它扔掉了抛弃了，不能让白棋一步把这个子吃死，同时呢又把这个搬啊，又把这个搬呢给防止掉。这两点白棋如果一下子都做到，白棋是成功的。那么黑棋呢也要针锋相对的，不让白棋达到这个目的。类似于这样的棋形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白棋有时候走这个啊，有时候走这个，就是直接加这个啊，加在这个一间加也有的。那么同样黑棋呢你也不能轻轻松松啊，就当这个没有了啊，比如说你去挂角啊，白棋就加啊，就当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你就当做这个黑棋这个子死掉了，这你也不搬出来，那么白棋它总是便宜的啊，总是便宜的。所以呢如果它走这个啊，那么呢作为黑棋来说呢也是要动出来的啊，也是要动出来的。他直接从这里动出可能不太好啊，这个形状太呆板，他也是要动出来的。这个呢也是在经常在这个对局中啊，也算是一个定式的变化啊，不管怎么样也是在对局中呢会出现过的啊，就是说黑棋顶这个，我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纠缠出来，白棋就补一手，如果你长呢这一跳，这个作战白棋呢危险跳啊搬啊，那么呢他就吃这个啊，吃这个黑棋吃掉啊，黑棋呢把这个子跑出来吃掉白棋一个子，收获很大，但呢这里也损失了两个，同时呢黑棋是后手。这个变化呢也是呢在实战中啊，就是说经常出现的一种啊，也出现过。总之一个原因啊，一点大家就牢记这一点，就是不能让白棋当这个定式下完以后啊，这个是今天我们所需要学习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当这个定式下完以后，不能让白棋一手棋，不管它摆在哪里，这里什么地方，不能让白棋一手棋把这个黑棋这个子吃掉的同时又防止出了这个翻断啊。黑棋对此一定呢要想一些呢就是说好的办法，比如说我们这本期的研究就是认为这个跳啊，黑棋是可以成立啊，可以作战的，比这个分头啊要积极的多，要积极的多。好，本期的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呢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